有一户有钱人家养了一条很凶的狗，这只狗啊总是对着人叫，看到陌生人进门就要咬人。哼哼，有我在这里，谁也别想进门。有一天，一个商门到这户人家化缘。问，施主在家吗？是谁呀？阿弥陀佛，打扰这位施主了。我路经此地，想来化些斋饭。哦，寒舍只有粗茶淡饭，请您不要嫌弃啊。多谢施主。哼，这个和尚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趁我睡觉时偷偷走进我家，还把我吵醒。如果不把食物分给我吃，我就冲出去咬他一口。狗儿，你也饿了吧？沙门早就修得神通，看透了狗的内心。这个人心地真好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对，就是那条狗。一年前就是他把我们咬伤的。今天要给这个畜生点颜色看看。我让你咬人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狗就这样被两个复仇的蒙面人打死了。啊，生了，生了，啊，总算生了。啊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啊！嗯，原来是曾经分给我食物的沙门，沙门。原来是你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沙门，请您做我的老师吧。既然我们有缘，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吧。太好了，老师，快快跟我回家吧。少年要求父母请沙门做自己的老师，由他供养沙门，并请其为他受戒教经。不仅如此，沙门又度化了弟子全家人。因为他想报答父母的养育恩，所以没有出家受比丘具足戒，他日夜供养比丘。过了几年，少年的父母全都离开了人世。他决定用一生来报答沙门。正所谓，布施者有福，行善者得乐。知恩报恩为先，利人便是利己。